你们氯化铝、氯化镁、氧化钠、硫酸铜、硝酸钡、铬酸钾、氧化铁，如果你不晓得跟价的，翻回去看，翻回去看啊、哦！我们跟你讲说，那个翻回看，讲义的前面就有了，在第十二页上面就有跟价表了，你就可以看，好，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正一还是正二，负一还是负二，那到底看应该是几个配几个，正负价数要一样多，正负价数要一样多，然后才能够配出来，然后配出来。好，请问你，它的化学式，正确说是它分子式是什么？它的分子是什么？好，它的分子式是怎样？它的分子式是怎样？请问它应该是如何？一个一个来。如果你不晓得价数，看一下讲义，上面就有价数给你看，正负价数要一样多，你才知道几个配几个。啊，跟刚才的权责，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根写后面，氧化铜、氧写后面，诸如此类原则去定它的化学式该如何写，该如何写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这个叫几号？14号，自由生。好，自由生放过你妈好了。这个叫几号？27。自由生不在。27。来，答案。AGCL。请坐。谢谢。第一个答案，氯化银。第二个，氢氧化镁。氢氧化镁。氢氧根。我前面跟你讲过了，如果氢氧根要两个，你就要把 OH 刮弧起来，然后写上二。整个刮弧有两个，整个氢氧根有两个的意思。OK， 这是我前面讲过的。好，氢氧化镁，氢氧化镁，这是我要找女生，怎么都是男生？女生有吗？还是男生？女生，怎么都是男的、啊？都抽不动女的。Number one， 一号。OH2。O 什么 OH2？ 什么叫 OH2？ 什么意思啊？在讲什么？氢氧化镁。镁是什么 ？Mg。好，怎么念？你连刮弧都念给我听，你连刮弧都念给我听。不然你上来用写的，不然你上来用写的。OK， 回错，回错。氧化钠，两个什么意思？氧化钠，这叫做刮弧 ，OH 刮弧起来，刮弧的要有两个，氢氧根要两个，来，氧化钠，氧化钠，21号，氧化钠。氧化钠 ，NaO2， 请坐。错。钠是这一 O 是二负，所以要两个钠配一个氧，所以是 Na2O， 不是 NaO2， 不是 NaO2。来，来，21继续是你，21号继续是你，硫酸铜，硫酸铜比较简单了，来起立。硫酸铜，硫酸铜 ，H2SO 是 B。硫酸铜，铜是 A， 铜是 CU， 是吧？对。我想知道铜是什么啊？想知道 CU。SO CU 啊。
十二号。十二。看有没有做好。十二是你给我杵着。刘三同。也不会哦，我们还让你们两个继续问。哇，我心烦了。来，两位消酸贝，两位消酸贝，来，两位会的人讲话，两个站着家伙，会的人会的人说话，消酸贝，消酸贝。我跟你讲过了，我不考分价表，但是我要考化学式，包括我写英文，你写中文，我写中文，你写英文。我说过我不考分价表，但是我也可以考化学式，包括我写中文，你写英文，你我写英文，你写中文。我没有看到硝酸根啊，我找到了。硝酸钡。钡。钡哥哥。还是你上来用写的，哎，肖老师，你上来用写的。我还有我嘞 ，B A， 是什贝是 B A 吗 ？B A 啊，对吧 ？B A 啊。来，上来用写的。B A， 老师，来，上来用写的。好恐怖啊！什么啊？开我，开我！喵！是吗？快写两回来，让我们找。头发。什么 ？BL， 然后三男一女。你们录了没？三男。BL， 就三个声音。好，回家。三男三。回家。两，一个私下，两个学校。太笑了，你们在笑。就把背带怎么那么黑啊？基本上呢，小老师沾到一点边，但是也是写的也是错的。好，所以 A 可以放前面了。硝酸根二 O 三是负 ，B S 二正，所以要两个硝酸根，两个硝酸根把硝酸根刮起来，然后写上一个二，所以 B A 刮弧二 O 三刮弧二，刮弧二。背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背在刮弧里。找到。背是正二。老师，如果负三个。铬酸钾。铬酸钾。铬酸钾，我看过去。铬酸钾。十三号。背一个十三，铬酸。铬在哪里呀？铬酸钾。有啊，铬锌呀。铬。不要讲话。在哪里？钾是什么？钾是黑呀。黑是正，黑是正，黑是正。你坐。你后面的好朋友帮你的忙。氧化铝，氧化铝应该是这个里面最复杂的一个。啊，氧化铝应该是这里面最复杂的一个。然后是 K 哦。最复杂的一个，请问你氧化铝怎么写？请问你氧化铝怎么写？为什么没有看到铬啊？那不是，它是铬酸根，它不是铬。铬酸根在哪里？三一。稍微严重了。三十一。三十一。还在写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氧化铝。氧化铝。A B 是什么 ？A L A L A L 三 O 三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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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
仰视，仰视，仰视。负二，吕氏正三，最小公倍数是六，所以要有两个吕配上三个仰，所以 L2O3。哦，我妈哪个问题？就是写法。这是一些常见的化学式。那个水跟氨，因为其他的看中文，大家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氯化氨是钠跟氯嘛，不过水跟氨，你看中文看不出来，是把特别标起来，水是 H2O， 氨 NH3。这些是我们下学期要教的东西，有预设是下学期要教的有趣化物的东西，再标给你看。啊，你下研究自然就会，你下学期自然就会用到了，就给你看参考一下，这就是化学式的写法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考根架表，但是我要考你写化学式，包括我写中文，你写英文，包括我写英文，你写中文，所以你要知道是什么东西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好。